然即将开打了，而同样是国产疫苗，联雅生技则是没有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。 而面对这样的结果呢，不少的专家说不意外，但是也替联雅感到可惜。那么以目前来讲哦，疫苗要在台湾呢通过 EUA 的门槛，那么必须呢就是它的这个中和抗体的效价不可以低于这个数字，也就是 AZ 的中和抗体效价是 187.9，台湾的要求呢就是说不可以低于这个数字的0.67倍，所以187.9乘以0.67等于125.89，但是呢联雅却只有102.3。而面对这样的结果，联雅生技也打算向食药署来提出申诉，提议改用 Delta 变种病毒做测试，再重新的判定结果。联雅疫苗在紧急使用授权 EUA 审核失利，关键原因就在我国验出 AZ 疫苗抗体售价来到187.9，而根据国际标准和纳入统计误差，要通过台湾 EUA 门槛，必须不列于 AZ 抗体售价的0.67倍，也就是125.89。但联雅的中和抗体售价却只有102.3，才会导致闯关失败。而面对这样的结果，不少专家直言真的不意外。还有专家认为，食药署定出来的审核标准没有考虑到 T 细胞反应，但面对国产疫苗双雄陷入两样情，也有人认为应该要把相关会议记录跟资料公布出来。既然他已经 EUA 没有过了，高端跟联雅都把他的资料公开。高端哈，那还有这相关比较的这一季，这我们会公布；联雅的我们不会主动来公布。因为他就没通过。联雅的第一步打算跟食药署提出申诉，提议不要只用原始的武汉株作为审核标准，希望可以改用目前流行的 Delta 变异株，再跟 AZ 疫苗重新 PK 一次中和抗体售价。如果他们认为还有相关的理由，或者认为这个疫苗对着整个社会防疫是有效果，要提出相关的理由跟他的实验的计划，那当然是交由这个 FDA 这边去做审查。除了提申诉，另外一条路就是联雅过去曾经预告将在印度展开1.1万人第三期临床试验，这上卫福部也同意联雅在国内做三期，但到底是要双头进行还是要到国外完成，都得重新进行效益评估。没有退路了，你一定要去国际去证明你的保护力，你这个疫苗才可能活下去。对啊，三期临床试验的保护效果真的有70%-80%，那我们就说它是及格的。只要能证明确效，不管是要重新申请 EUA， 或者透过第三期试验直接取得正式药证，未来一样有机会可以在国内施打。就很难胜，听不懂。